我是 KK Lim, Director of Alma Technologies and Brahat。 我们公司主营那个安防 CCTV 和 IT Networking 的产品方案。 我们一认识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其实一般很少有机会，就是说直接去谈产品还是谈什么方案。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谈生意的那个 strategy 啊，还有通常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般我们都在聊些最近你上什么课程啊，我转战生意的策略或者产品或者方案，解决客户的痛点。 他是非常用心和积极去学习，然后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升自己。安防这个行业里，他是非常执着和用心的。这个这一点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也是觉得他是非常一个很好和非常棒的一个企业。对于他们的公司来讲，我觉得除了效率和一般的那种服务之外呢，我觉得他们对客户的痛点。 尤其几个垂直领域，比如说 high rise 那些 condominium 公寓类的这些解决方案，他们是非常用心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和去设计那些方案的。尤其我们跟 Jack Loo 在大华这个产品方面，尤其那个门禁的产品这方面的研究和一些配合，深入研究和深入配合，我觉得 Jack 在这块。 是这个领域方面是一个佼佼者。我觉得 Jack 和 Bodyguard 是一个很棒的企业，然后他们的团队也很幸运的有这样好的领导。我觉得这未来的两三年里面，我们觉得在市场我会看到 Bodyguard 和 Jack Loo 更上一层楼的一些更多的更好的成绩。